Kaplan Mahan 品种名称：庙后蛙。榴莲品种：泰国美食。发现地点：暖屋里府，一个隐藏在寺庙后面的神秘地点，给这个品种带来了它独特的名字和味道。特色：盖兰，形态：拥有至少一裂片到椭圆形，中等大小，果顶光滑短刺，凹刺，形态独特。成熟期：大约5到7年，如果已开花100到110天即可采收。口感：质地细腻，色泽深邃。Comp： 味道甜美，带有轻微的独特气味。不仅仅是榴莲，寺庙后面的青蛙并非普通榴莲品种，这里的榴莲故事蕴含着泰国暖武里府悠久的历史和文化。每天一个榴莲故事，深入探索不一样的榴莲品种。比如这个寺庙后的青蛙，与众不同的品种，继承了榴莲树的历史，与金冠榴莲如 Kanasan 和 Propagtalin Chan 品种齐名，但却有着它独特的故事和风味。加入我们一起探索更多关于榴莲的秘密，体验不一样的味觉之旅。泰国榴莲美食探索，庙后蛙榴莲爱好者。